怎么回事啊？我怎么会一直在想他呀？不行呀，他是我兄弟女朋友，我不能这个样子啊。坐。哎，你怎么跑到公司里来了？你男朋友出差了呀？其实我来找他了，我来找你。祖宗，能不能放过我？这是在公司，被别人看到不好呀。万一你男朋友知道了？现在只有我们两个人，你们不要。哎，你这个人。你要再提他，我可就不走了。行行，算厉害，我回家了。我操！你这么猴急、啊。这个不是说自己在出差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想什么呢？啊，回家呀。那个，没什么，没什么，没什么。那个，等一会儿，如果你男朋友出轨怎么办？出轨了？啊，什么呀？我说你男朋友。我弟。啊，什么你弟？我弟。叮叮叮。不对劲，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？